我们不主张阴谋，但是我们主张有谋略，这有点不一样哈，有点不一样。阴谋诡诈是中国最讨厌的，但是没有谋略，那你就完了。你要会算计，但是不要去害人。你看，吃不穷，穿不穷，算计不到，意识穷。你不会算计的人，你意识穷，一世都穷。现在流行一句话是非常可怕的，说千万不要钱在银行，人在天堂。我不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。那假定你这样相信，你就是赚多少花多少，有多少花光多少，那还得了？那人类就没有根基的嘛。看相，看他的习惯最重要。